茫茫股海，味觉难清，如何精准掌握趋势，寻求最大获利契机，让股市甜心指引您成功的方向，获利自然能微笑降临。欢迎收听股市甜心。热情没空停下来，感觉正要冲上来，你看看我多自在，双眼盯牢着现在，心情像海 always bright， 爱就要 say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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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冲不要转弯，爱就要飞起来，我拉累，给我个拥抱，我拉累，梦想替我撑腰，我拉累，现在就拥抱，向前跑，敢做自己，我最骄傲。冲上来，你看看我多自在，双眼盯牢着现在，心情像海 always bright， 爱就要 say yeah, yeah, 往前冲不要转弯，爱就要 say yeah, yeah, 没翅膀也飞起来，是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品花。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刘云熙、刘副总、刘老师。甜心老师你好，品花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云熙老师哦。亲爱的好朋友，今天来到了5月27号星期四喽。甜心老师不断的告诉你，盘真的很好，盘接下来会很精彩，相信您都看到了吧，都验证到了吧，相信您都赚到了吧。这档勇猛票悍，我们的海军陆战队不止战斗力强，本周开盘几天他就飙几天，每天让您数涨停，不止全国会员转正，也包括了听节目的好朋友们，粉丝好朋友，有跟上有追随的好朋友们，跟上甜心买到的陆海，赚到了陆海，天天都开心。陆海本周的表现如何呢？本周四天，礼拜一涨停，礼拜二涨停，礼拜三涨停，礼拜四继续亮灯，攻上了涨停板，恭喜大家。陆坦陆怎样了？哇，这个盘就是越来越好啊，好好赚哦。所以我一直强调吼，你一定关键时刻要下关键的动作嘛。我上个礼拜就一直告诉大家，利空慢慢钝化。是啊，大盘已经站月线了，有的台股很强，没错。那你会说，老师今天的盘哦是跌的哎、欸，你怎么又说台股很强？哎、欸，很多人看到盘跌，老师我觉得盘不好呢。这个跌不是跌哦，你看错了、哦。先讲好哦，好哦，你来，我昨天就告诉你以后，你技术面打开来看，刚站上月线，台股站月线，我说了，昨天已经预告给你要 test、要测试、欸，就像。
盖房子一样，对对对对，你是不是地基要打得很稳，然后地基打完后要测一下稳不稳，以后才能再一层一层的盖上去嘛？是啊，台股今天开低走高，不就在测试了吗？哎，万丈高楼也是平地起哦。对啊，在测试的时候你没有方向，你看我啊，有 follow 田心老师。对啊，我就说上周我带全国会员低档卡位的海军陆战队，好恐怖哦！这个礼拜啊，开盘四天飙四天啊。是啊，礼拜一涨停不够，礼拜二涨停不够，礼拜三呢不够，涨停也不够，今天继续涨停板啊，舒服，恭喜大家，陆探陆怎样啦？所以我就说哈，所有事情我会领先预告嘛，就像这礼拜我一开始就提醒大家，陆运。物流非常强势嘛，所以你今天已经礼拜四哦，嗯嗯，不要说我说什么就什么，你光看我说礼拜一提醒你的陆海就涨到现在，是啊，再来呢，我也告诉你，宅配通也是涨，你今天把宅配通打开来还是涨，乌啦，对不对？而且我礼拜一的节目还帮你比较一下，像中贵啊，像荣运啊，像陆海啊，我就说过你把产业解透一点嘛，但是你看一下陆海，我早就擒贼帮你先擒王。忙了，你资金不就应该放在最有效的地方吗？当然咯，哇，今天礼拜四是啊，就四只涨停了，乌啦，轻轻松松啦，开开心心赚大钱了。而且我强调吼，陆海的业务比较多，嗯哼，好，它不是一把刀而已，嗯哼，它365把刀，刀刀都锋利。对呀、啊，它不动产它也可以赚，租赁契约它也可以赚啊，重机械的吊挂运输它也可以赚啊。是，最重要是什么？缺电嘛，嘿，缺电嘛。有近期缺电危机啊，对不对？它是全国唯一 only one， 嗯哼，具有风力发电组运输能力的公司，是吗？嗯，对呀、啊，所以就告诉你，它本业业外都很赚、啊，对呀、啊哦，这个我这礼拜都讲过了，有有有，礼拜一就提醒你哦，有的股票还没涨，我就提醒你哦，是的，股票还没涨，我就邀请你喽，是的，这一档我上个礼拜就邀请你了，然后呢，沿路跟你分享基本面，沿路跟你分享技术面，对的，再来呢，你要知道这一家公司赚不赚钱，非常赚钱，嘿那，去年 EPS 1.4已经是五年来的新高，哇，今年再来看首季，这就是我在。盘面前阵子盘面回落的时候，一直告诉大家，你就去找体质好的嘛，对呀，财报数字佳的嘛，没错。所以我就怎么说，我怎么做啊？所以你看到陆海，哇，四天四只涨停板。那你再来看哦，去年 EPS 创新高，今年首季又 0.3， 那你照全年的预估来看，有机会达到 1.7 嘛？还有一个特别哦，为什么？我说他业外都大赚嘛，对呀，他业外出售土地啊，因为毕竟他是老公。公司了，以前的土地买的很多，而且成本比较低，再加上预计未来高配息，全年听好哦，今年是全年 EPS 有机会达9块，哇，听到股价二字头，为什么不能买？当然可以买，所以上周才会邀请大家嘛，有的四天四只涨停板，恭喜大家啦，撸台撸贼啊啦！其实这个盘吼，我跟大家讲吼，行情真的很好，不要再等了。嗯哼，行情总是在你犹豫，是在你懵懵懂懂，对，没错，在你怀疑、恐慌的时候，行情就产生了。没错，所以近期你可以看到，哎、欸，金居也带你赚，乌啦，四星是不是也是赚，快很准的赚，欣欣向荣，哎，对不对？大田有没有很好赚？很好赚，陆海四天飙四根涨停板了，是不是大家都能赚，通通都可以赚？所以这个盘难道不好吗？哎、欸，好啊！哇，这些不是都很好赚吗？非常好赚，红包是一包接一包啊！今天你看到大盘后是小跌，小跌，但是妍希一直告诉你，这叫测试盘，非常漂亮。今天呢、啊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们近期底部进场的生意股又转强了耶！哇哇哇！恭喜全国会员啊！跟上甜心论证玉多了咯，我就是你一桶金，嘿，带你转过来，哎，又转过去，是转过来，转过去，左手转右转。近期的节奏你是真的要很快的、欸，假设没有妍希在你身边，你真的赚得到吗？哎，赚不动了。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，近期你不要等，你真的是需要我在你身边。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哈，希望大家赶快把握，动作要快哦。所以，亲爱的好朋友，来盘市的任何的细微波的变化呢，何时可以进场，何时可以来做动作，都会在盘中来做发生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在甜心老师身边，跟越紧赚越多。我们的红包就是要一包接着一包赚。
探级的时阵呢，千万唔通等哈，千万不能等哦，赶紧电话拨通，跟上最会带你买标股赚标股的老师，跟上甜心轻松赚，跟上甜心开心获利喽，把我们的轻松赚企划案，广时间留给您打电话喽。零二六六三零三二三七，零二六六三零三二三七，恭喜老爷，贺喜夫人，不止全国会员赚到了陆海，也包括了我们的忠实的粉丝好朋友，我们亲爱的听众好朋友，跟上甜心买到了陆海，让你天天都开心啊！五六零三的陆海，我们的海军陆战队，本周四天飙出了四根涨停板，不止会员好朋友做转正，听节目的好朋友、粉丝好朋友共同来做转正，有跟上的好朋友们，恭喜大家撸探撸贼呀啦！勇猛剽悍的陆海战斗力非常的强，上周会用好朋友底部进场买好买满，本周开心获利数钞票。老师常说这句话：疫情利空买股票，疫苗利多数钞票，跟上甜心轻松赚，跟上甜心红包就是一包接一包，跟上甜心，跟上操作明确的老师，跟上甜心，跟上获利轻松的老师，让你手上的资金一桶金转过去，一桶金又转过来，让你手中的资金一桶金变两桶金，两桶金变三桶金，三桶金变四桶金，为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心赚，轻松赚，更要让您加倍获利，加倍赚，务必跟上我们的轻松赚企划案零二六六三零三二三七，老师拿出他最大的诚意，在防疫期间共体时间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宅在家，继续轻松赚，轻松赚企划案，务必来电做把握。活动最后倒数计时：零二六六三零三二三七。华冠投顾登记一零四金管证字第零零九号。台股投资，华冠投顾。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刘延熙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盘手法，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，带您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。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零二六六三零三二三七。零二六六三零三二三七，华冠投顾登记一零四金管证字第零零九号。勇者的背后需要有力量的手，正确的投资需要智慧的头脑。华冠投顾积极为您找寻财富方向，台大商学博士研究群带领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专业的投资阵容，带您解读数字里的真相，轻松打开财富大门。速拨智慧热线零二六六三零三二三七，六六三零三二三七。华冠投顾登记一零四金管证字第零零九号。股市甜心 Light 生活圈免费搜寻 ID 小老鼠 Lucky 七七七。小老鼠 Lucky 七七七，直接搜寻，直接免费做加入。股市甜心 Line 置顶，您会了吗？还不会置顶的好朋友，现在快速教学60秒。苹果手机的朋友，打开您的 Line，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，然后往右滑，出现一个图钉图案，按下去就置顶成功喽。如果是安卓的朋友，打开您的 LINE，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，然后长按对话框，出现选项后找到丁选，点下去就完成置顶啦。置顶就是这么简单，老师的财经节目好康资讯不怕找不到，置顶后就再也不会错过啦，赶快置顶吧，精彩节目开始喽！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现场，甜心老师的操作就是快很准，甜心老师的操作就像是我们的陆海一样哈，勇猛剽悍，然后呢战斗力又强，出手又快很准，我们的陆海每天涨停板，礼拜一涨停，礼拜二涨停，礼拜三涨停，礼拜四继续涨停板，股价就是波波高，波波高，波波高。重点是上周我们是第一档卡位布局，重点是你早早跟上的好朋友，相信你通通都赚到了。再次恭喜我们的会员好朋友，也恭喜呢有追随有收听节目的忠实粉丝好朋友，通通都赚到喽。所以呢，
赚钱不要再等了，让你轻松获利、轻松赚的老师就在这里，赶紧把握轻松赚的企划案。老师说到了陆海，请教你是擒贼先擒王，这365把刀加档加档加 T 加等上面都加，哇，你打一就损了呢，还好没有跟老师学，没开心啊，老师。也是很好啊，哎，我们越讲越顺，然后呢越赚越多。对啊，轻松就好啦，开心赚，轻松赚，大家的感觉真好。哎，对对对，宅在家继续赚涨停，客人就会听到会员天天在跟我说，在家的感觉真好。一开盘怎么叮咚亮灯涨停板？哇，来了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近期行情真的不要等，我拆解一下盘哈，给大家了解。你可以看哦，这一波台股短线是回落2500点，有的回落的时候，我常讲。该收资金的时候收资金，当你收资金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提一下本质学能？可以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哎呦，五月的时候我都在教你，哎呦，看一下就是财报啊，然后看一下产业的前景，是对不对？还把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原物料的数字给大家，我就是希望大家信心要够。没错。为什么？因为台股结构只是在转变，是，但是呢，长多是不变的。那现在看回来，我说过，这一波回落，电子股也就是像半导体这些产业，它是先。跌的，对的，它是先领先大盘做回落的，那也要有一个概念，先跌的要先反弹，没错。那你会发觉，妍希一直在跟大家提醒，电子成交的比重要慢慢回温。你会看到，就说，哎呦，今天怎么又4成多了？三成多，对呀，下降。但是我要丢一个问题给你，是。你要看的是趋势，不是一天的数字而已，它是慢慢慢慢堆叠的嘛。对的，这白话文来解释好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电子股要即便要反弹，有的可以走成恰恰，可不可以进二退一？哎，可以。有的可以走成像论拔，你会看它一直在原地旋转，对，冲上冲下洗，上冲下洗，是呢。论拔是花布比较多嘛，上冲下洗，上冲下洗，怎么还在原地 ？Tempo 都不一样哦。对，哎，有的可以走慢舞啊，可以呀，它可以慢慢慢慢慢慢。慢的点就好啦，这样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节奏要跟得很好嘛。对的。那其实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吼，这一波回落，短线上是非常快，正好是外资，外资等很久了，阿尼基等很久了，大户等很久了。你从17号来看好了，17号外资是大买，333亿嘛，这个数字吼是史上第六大，非常漂亮。对的，买超金额，而且隔天直接又再加码220亿哦。连续两天就是555亿哦。那这几天我也教大家，是不是看到外资都是小买小卖？对呀，外资有动过吗？没有。这就是告诉你，打你给大户外资看的是什么？我要看的是一个波段，波段的一个波段。是的，我钱进去，我不会这么快急着出来。我不是像当冲客只想要赚小钱而已，我不是，我想要赚大的波段。是的，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double 赚 double。为什么？因为结构调整完以后，波段股会陆续出来，也就是换句白话文讲。主流会陆续显现，是你来看哦。近期哦，我说过了，如果外资在这里没有持续的大卖超，你可以看到17000、18000，很容易哦。没错，你资金一定要摆对位置。来，我告诉你，近期什么在动？防疫生医在动。这两天、这几天，防疫生医都在动了啦。你也可以看到，就是说，哎呦。股票后你会发觉台股后电子也有转强的，有来生意也有转强的，有转强的运输也有转强的，是的啊，你会不会抓？所以我说近期的节奏比较快的时候，有没有一定是需要妍希在你身边的？来，我昨天节目是不是讲了一个重点？我说疫情利空买股票。疫苗利多数钞票，有哎，我昨天已经先提醒大家了哦，是的，所以我什么事情我都会提前告诉大家哦。那你要看哦，近期这两天疫苗防疫。医疗都在涨，举例好了，像优胜，4121，哇，防疫医材的，这两天也涨停。有，再来呢，你可以看一下做呼吸器，大家也知道哈，这个疫情是呼吸器呼吸道的，对，是很抢手的，对不对？4106，亚博今天也是叮咚涨停板。再来，你又看到哇，我们要对抗新冠嘛，是啊，对不对？新冠肺炎是的，所以开发对抗新冠肺炎的新药的6492的升华科，今天一样
叮咚，亮灯涨停板，就是这样啊。近期生意是陆续转强，你要知道他做什么的，你才知道你本质学能提起来，你才知道到底能赚多久哦。是啊，这很重要哦。再来呢，台康生，哎呦，讲到台康生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台康生是疫苗的原物料。是，讲到台康生，我就今天绕一句吼，我今天客户就说，妍希，我好喜欢你有做生技哦。哎，既定是我们的老朋友，我永远记得哦，去年亚诺法股价翻六倍啊！有的，哇，我一直在等你什么时候要讲生技，你不出手就不出手，一出手一鸣惊人呐、啊！一出手快很准的赚，我永远记得你康纳香去年哈五月放整个月的康纳香，放整个月的夜来香，夜来香没错，五月哦，去年的康纳香我们就做三趟喽，哇，加起来超过220个百分点，再来我也永远记得你台康生去年做四趟已经超过200个百分点。看到妍希在要开始讲升级，眼睛都亮了，真的耳朵都竖起来了。他昨天，我觉得这个客户真的很认真。为什么？他昨天听到我讲，就只是这一句话，是他就非常敏感哦，马上就说：“妍希，妍希，升级股赶快给我！”五高跳，金价五高跳呢，真的很棒。哎，他听起来好认真哦。重点，他跟着妍希也很久了，从妍希在这个节目上跟大家分享，他就在了哦。老朋友，老朋友，对嘛？所以朋友就是老的好啊。是的，好，我们讲回来啦。来，我刚才讲到台康生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今天看到，哎呦，基亚也很漂亮哦，水当当。来，我们讲一下哦，基亚它是做疫苗，嗯哼，有一家公司的母公司，公司我就不讲了。哦，基亚是做疫苗，是。的母公司、uh-huh. 那你又看到哎呦母子公司妍希常跟大家讲一定要认真嘛对呀、啊、对不对、啊啊、你要看一下交叉持股嘛、嗯、哎呦你看到云城今天也涨停对不对云城是基亚的母公司、uh-huh. 所以你看有没有行情当然有行情 啊怎么会没有行情呢、嗯、来再来我们底部进场的生医股齁先卖个关子，这我上面已经剧透了啦。我们底部进场的生意股今天又转强，恭喜全国会员呐、啊！撸大撸怎样啦？我就说嘛，我们一桶金赚过来、欸、又赚过去，你真的是不用等。为什么？嗯、因为这些功课我持续在做嘛、嗯。我是不是把你资金放在最有效益的地方？当然，最有效益的地方，嗯、你这边赚一点，那边赚一点，啊、这边转过来，这边转 过去，就是配合大盘的节奏、嗯。当大盘有的反弹。变成慢舞的时候，我可不可以调出来？我可不可以卖掉以后呢？去换到下一档要起标的股票，当然换到下一个要起标的族群嘛、嗯。是的，所以我说在股市。大赚小赚都要会赚 啊、嗯、啊你关键时刻没有动作的时候，我会逼你。就像今年封关前，是我带你大抢红包的概念是一样的。封关前，全市场没有人叫你买股票，没有哎，全市场都在叫你绑手绑脚，是的，全市场叫你清仓，因为要过年了，没错。全市场也只有妍希是在封关前，不管别人，请你买好买买买齐，就是我嘛。所以你看哦，从封关开红盘后到现在，这一波一万到一万七，对呀，大盘是涨到17709，这一波来。雅信260个百分点，建通190个百分点，金居120个百分点，大田、安普新、立志啊、敦泰啊、彩金啊，还有120个百分点呢、啊，全部都是波段大赚 ，double 赚，是不是让你波段大赚？就讲彩金就好啊！你看到人家大家讲友达、群创啊，妍希就跟你讲彩金啊，哎，真的没有人讲彩金、欸、只有田心老师，市场上就是这样、哦，所以我说人多的地方我们不要去嘛。好，然后到了五月的时候，盘面回落，该收资金就收资金啊。有些股票可以天长地久，有一些股票我们只要就是谈个恋爱就走，是这样知道吗？知道知道，清楚明白。所以该收资金的时候就收资金嘛。然后呢，上周啊，一直告诉你赶快动作快强反弹，是不是所有的操作我都领先市场？有的提醒你，有的，因为你一定要跟紧这个动作，有时候就是盘中的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嘛。你有时候是听节目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已经落掉了今天盘中的时间了，最关键的一个时刻了，对嘛？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哎呦，当我上礼拜一直提醒你要强反弹，我还在节目中
教大家怎么抢反弹、嗯、技术面我还告诉你要在月线以上的，你要抢你动作要快，要快啦，那我也直接带你抢，对不对、嗯、所以你赚得到金居、嗯、你也赚得到智星，有的敦泰大田陆海是不是通通都赚任务啦，今天好恐怖哦，大田啊，都能近期都可以从124飙到 149.5 了呢，今天再创波段新高、欸、天哪，波段新高代表什么？你任何时间买通通都是赚钱大、啊、是不是很轻松？轻松啊，对啊，然后生意股今天也下下叫、嗯、是不是很轻松？轻松获利，所以有妍希在你身边，你应该要非常开心，是的，放轻松的去看待疫情，准备大赚，这样 OK 吗？没有问题，来亲爱的老朋友，这个赚钱真的不能等咯，跟上操作明确，跟上能够让您轻松获利的老师，让您手中的资金就是灵活的运用，一桶金转过去再转过来，一桶金变两桶金，两桶金变四桶金，让您轻松获利，轻松赚企划案，持续来做开放，来电话拨通，赶紧跟紧脚步咯。节目中呢，再一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，快快快进广告咯，02663032370266303237，甜心老师告诉大家，盘会越来越好，盘会越来越精彩，您都看到了吧？相信您都赚到了吧？这把相当彪悍的、相当勇猛的、战斗力很强的陆海，有没有让你扎扎实实的赚涨停？不止全国会员共同来做赚阵，包括了忠实的粉丝以及一路追随、一路跟随甜心的听众好朋友们，跟上甜心越赚越多啦！5603，我们的海军陆战队陆海，本周开盘几天他就飙几天，四天飙出了四根涨停板，股价就是波波高、波波高、波波高，在极短的时间创造你极大的获利 ，day day 的期间已经涨幅超过25%喽！所以呢，我们的这一档陆海，让你擒贼先擒王，最强、最猛、最彪的股票就在我们家，而一路追随甜心的好朋友都知道，甜心老师操作就是快。很准，甜心老师的操作就是明确、迅速，让你的获利轻松。生技股老师在近期不断告诉您，务必要关注防疫生技族群。还记得去年度我们的生技股、我们的防疫股赚得多么的愉快呀、啊？康纳香在去年三趟操作合计超过220%，还有呢六倍法，我们的亚诺法股价翻出六倍，台康生四趟的操作合计超过200%，所以近期有没有请你务必要关注生技防疫股，而低档卡位布局，我们的会员好朋友让我探掉哈，到底老师买的是哪档股票了？其实今天早就剧透给大家了，想要第一时间买标股，想要第一时间赚标股，想要轻松赚、开心赚、轻松获利的好朋友们，赚钱不能等，赚钱不落人后，一定要抢第一，一定要不要扫的，赶紧跟上最会带你买标股、赚标股的老师，赶紧把握我们的轻松赚企划案喽，02663032370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，台股投资华冠投顾，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，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盘手法，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。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663032370，02663032370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勇者的背后需要有力量的手，正确的投资需要智慧的头脑。华冠投顾积极为您找寻财富方向，台大商学博士研究群带领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专业的投资阵容，带您解读数字里的真相，轻松打开财富大门。速拨智慧热线02663032370，63032370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